为什么他的中文不太好啊？因为他是新加坡人，他一直都是说英文的。他真的只能说过些日语。但是他现在进步很大哦。谢谢。啊 ，very good。Thank you。的啊，找到那个对抗。Expand your stomach。好。来。哦。好，走。对的，就这意思。谢谢。进步很大，他以前是完全不会唱歌的哈。